捞鱼，用厨房纸将鱼表面的水分吸干。首先锅中加入油，然后把肥肉稍微炼一下，然后鱼放入锅中，然后加入猪肉，然后加入辣椒、花椒、八角以及韩式辣酱，之后再加入青葱，然后再加入酱油、料酒、盐、一块糖以及柠檬，最后大火收汁。好的，汁收差不多之后，我们加入点白芝麻，好的，这样一道干烧鳟鱼就做成了。